这首歌叫做《人生就是戏》啊，人生就是戏哈。这首歌是蔡琴老师，我会很多首。然后呢，今天表演也有表演一首呢，那个詹雅文老师的哈。所以晚点呢，如果有时间哈，我来为大家吹奏，因为比较慢哈，大家比较喜欢听稍微有节奏的。那我们就来带《人生就是戏》，那等一下也会穿插个几首这个英文的喽哈，就是英文的我比较喜欢哈，我们带来这首《人生就是戏》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接下来刚才说呢，要来一首英文的哈，再来一首英文的，我们就这个可以换个乐器，不同的演奏哈。那我要带来的这首英文歌曲呢，叫做《Casablanca》哈，是一首这个经典的西洋歌曲，应该你们都听过啦，只是你们不知道曲名哈，说不定有些朋友知道副歌哈，《Casablanca》来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这首的前奏很好听哦，大家注意了。
好，卡萨布兰卡，好，送给大家。